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，我是 GoMarkets 的分析师 Jack 林。今天咱们来总结一下道琼斯指数的涨跌规律，开启您的交易之旅，保证您看完以后下单操作更加胸有成竹。道琼斯指数全名叫道琼斯工业指数，发明至今已经有138年的历史。它与纳指标普500的显著区别就是道琼斯是30家美国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的加权指数，而非其市值的加权平均。至于价格，截止到2022年的12月31号，道指里面价格最高的三只股票是哪些呢？你可能想不到。他们就是 UNH、 联合健康、高盛和嘉德堡，分别属于保健管理、金融和零售行业，权重占到 10.4%、 7.12% 和 6.43%， 所以三家公司的权重加总后就达到了 24%。 这个特点也导致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批判，认为道指里面与低价股票相比，高价股票对指数影响过大，但没有考虑到成分股的相对行业规模或市值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里面排第二影响力的高盛，其与竞争者也是道指成分股的摩根大通相比，摩根大通在市值和规模方面要远远大于高盛，但是其股价仅为高盛的 40%， 当时它的权重统计为 2.59%， 要远远低于高盛。那言归正传，那我们操作上预判道指涨跌，就可以先看这三只股票的走势，大概就能八九不离十。 UNH 用 TradingView 软件复盘联合健康与道指的近三年相关性，两者 90% 多的时间里处于系数 0.8 以上的强正关性，而且可以看出个股的灵敏度要超过指数，涨跌上可以起到预判的作用。高盛方面，相较 UNH， 其与道指的正相关性运行时间还要更长，强度也要更大啊，基本两者接近1:1，这与几大科技巨头左右纳指走势，乃至很大程度上影响标普500是非常不同的。道指里面主要影响力的成分股走在行业与纳指不同，比如 UNH 的走势也常常与科技股有所反向，这也导致了纳指与道指的常常的趋势偏离。另一方面，就是一些批评者认为与标准普尔500相比的更为广泛的指数相比，道琼斯指数包含的样本较少，仅为30家美国大公司，不足以代表整个美国股市。如果您喜欢本视频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转发和关注，谢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